好哥们求婚。写着年轻可爱呀、啊。哪天不可爱呀、啊？写着婚呗。怎的？我说我向你求个婚。你呀，跟我、啊。嗯。咱俩不好哥们吗？那怎的了？那再说这也不耽误啊。不耽误是不耽误，咱得有个过程吧啊。闭嘴，有鸡毛过程。谈感情他肯定谈不了了，咱要不来点实际的，反正现实我也嫁不出去了。我看你这样啊、哦、其实我挺难喊的。喊少了你就气你翻。喊不了觉得远，再一种感觉你得到达我的地儿。那这么的吧，我彩礼先给你200万，然后爸爸这边咱住16个包，80四着给咱开车，四着给咱俩当保险。不是爹哥，你是分期100年付给我呀，还是说等我死了你烧给我呀？只要你答应，马上就行。哎呦我爹哥，不是你不知道，就咱俩相识10年吧，我老稀罕你了。就看你被那小姑娘伤害，哎呀妈，我老心疼了。看我，看你多少钱？没钱啊，都信用卡。没钱，干啥？帮我还一下吧。怎么？别着急呀、啊，我还练手，下午有个相亲。我还有个彩礼呢，我打平时呢。我招你别着急了嘛，我现在满眼练手，要是行我直接就来了倒插门，他家挺有钱。还这么变态吗？哪里啊，不占有吗？那你就给我写个保证书吧，你非上车头不碰我，我咋整啊？你要一毛保证书呢，我这人品还不够啊？哪有人品？哎你等会儿，你给我写个保证书。